你干嘛呢？我来找老师请假。这都没人。你这是今年建筑建模世界杯？你居然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这是你以后成名的。嗯，我的意思是说。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比赛，所以我知道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？明天，但是现在不打算去了，明天有课，老师又都不在。但你还是得去啊，这么难得的比赛，别错过你人生的起步啊！你能赢的，相信我。 说，我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？应对突发事件是我的职业本能，不过你要想知道，告诉你也可以。南湘婉，哎，你们班的物理作业都在我们班，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你做批注，你拿到作业之后打算怎么办？你不用帮我做批注了，我让李老师帮我改就行。毕竟我每道题的解题思路都写的那么清楚了。 那就好。南湘婉，你什么时候认识那刘宇吧？人家那正眼看过你吗？你不用操心这些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想要做什么。从交空白作业到去老师办公室，这不过都是糊弄你的小把戏罢了。小朋友，要是想跟姐姐玩，你还嫩了点儿。 你说话就说话，掐我干嘛？